模型儿。要整顶上吧，然后旁边两楼吧，我们打这个格局吧，像之前那样。OK。这次看到信号枪，我也不捡了。充这2000，红牛买好了都已经，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。你这个没什么觉悟，我坟墓都认好了，埋在哪里都认好了。我操！兄弟，散热已经被我拆掉了，我就等着换。可以。啊，他就会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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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李斯凯，嗯，你是痴汉吗？啊？怎么迷路了？李斯凯是痴汉吗？什么东西？你们把我搜过的地方又仔细的搜了一遍。什么情况，兄弟？迷路了，兄弟。OK。有一说一吗？你这说话有一套的呀，一套一套的。你是痴汉吗？你以为保安看大门的时候就是在看大门吗？并不是，他在读书。可能读了一些书啊，那书的名字呢就不多说了。有文化的保安兄弟。冲冲！去马里，好肥！好了吧？走 ，OK 了。缺个背镜，缺个背镜。整装待发。你仔细搜我搜过的地方，你就会发现有个四倍镜在地上啊，大哥。那你身上有背镜吗？没啊，我刚搜过的地方有啊，有两个啊。要不再回去搜一遍？不了不了，留了留了。差100分钻一，啊不对，104分。没事，一口气的事儿。我们争取8点钟打到钻一。OK， 争取。实在不行，12点钟。实在不行，12点钟之前。然后我们那个凌晨1点到6点钟打到大师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反正礼拜三明天。这个，你这坟墓肯定已经看好了，这个。这个坟墓埋在哪儿？我多攒点钱跟你埋一块。感觉今天这一趟结束，我这一星期的直播可以歇会儿了。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我这个星期啊，不是我这个月就可以歇会儿了。自从和飞哥一起爆肝之后，就走上了敬业主播的道路。是的，我从每天8小时播到了每天12个小时，兄弟，很爽。值得啊，值得！播到粉丝心，学到了很多，学到了很多。老子以前打英雄联盟职业的时候，打上王者他妈都没有这么费肝的。你打英雄联盟，你他妈还能喷队友，知道吗？调节一下心态，你他妈坑老子！这他妈，这种，你还没办法打字喷他开挂的。
但我比较怕你们出问题。我昨天熬的显卡都爆了，我可不想失去你们呢。啊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那个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这个没事，我天天给我的显卡敷那个大宝 SOD 面，好的很。大宝 SOD 面。如果我没了，兄弟们记得那个烧香啊，往天上烧。大哥，你这个显卡不是刚换的吗？怎么会换？我吗？我这显卡是上一年的。没有，我今天换了2080。我这显卡已经三年了。这样吧，我真上大师了，我抽三位幸运观众，每人给我开个狂帝，怎么样？我觉得可啊，我觉得可啊。抽3000位吧，今夜，三位太少。顶哦！就到后面越难上分吧。骂说骂的，什么难上分？瞎说。萌萌，萌萌才18岁，我18岁的时候，我可以3天3夜不睡觉。然后上完网，打完东西，打完游戏，然后回去再倒个立，我都可以睡觉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倒立睡觉都没问题。讲真的，我18岁的时候根本不知道猝死这两个字怎么写。曾经有一天晚上，18岁体力偏好。曾经有一天晚上偷了家里面100块钱，然后10块钱去城里面坐10块钱的那个大巴去城里面，通宵上网了2天2夜，吃泡面各种东西，然后最后10块钱回家，然后睡在家里面，家里面还以为我死了，送医院去了。我玩的就是心跳，重点不是上网，重点是吓他们。我干过最长的时间是48个小时，然后就干不住。垃圾，垃圾，干不住了，真的48个小时顶天了，垃圾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我以前干了24个小时之后，第二天去学校训练，倒立睡觉，你知道吗？眯了20分钟，老师让我滚回家。练体操吗？挺温柔的呀。是的，练体操吗？直接一脚踹到我肚上，滚回去，想练了再回来。然后从此之后没看上过学，然后打开了，然后打开了斗鱼的直播间，申请直播成为一名游戏主播。没错没错，有没有人？应该是这样子哦。好的。哎，看到了看到了，哎，那个导的好像，那个导的，哪里有导的？这个麦田里，2点2点，两个人好吧？我看到两个人。我操！下下下下下！我拉枪去。啥子啥？拿什么？我七八枪。打打打！牛排，还有一个，还这个。全死全死！牛排。我是世界上最好的队友。有梦在，没意外。哦，我刚刚看到飞哥上车了，不知道为嘛。你们可以回去看录像。我刚才那波天秀，他要秒我，我一丝血，两个人从我脸上，他要秒我，我上车，他傻了，他刚要秒我在车上的头，我又下车。我下车上上了3次。一没把你打了，火了火了，太对了，火了火了。默默，你能进去啊？默默，屁股露外面有点危险。默默，娘娘娘，铁猫是有点旺我啊，兄弟，这个包有点香。兄弟们太棒了，兄弟们给力，兄弟们。改个名字，改个名字。我他妈刚才秀懵了，你们真的不知道。客人建议你们等一下去看回放，可他们被别把人笑死。有感觉了。哎，走走走走走。我一下车，我位置不好，我运瞄点不好，我满了一梭子被打残了。然后这个时候绿帽倒了，绿帽倒了，我在想我怎么办呢？我一丝血，然后他要冲过来，我上车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然后你们把他打倒了，他队友想要瞄我，我又下车，我又上，我又下，我又上，我又下。他一进，他一出，我这上上下下呀，我这 VR 的 VR 的。你们知道什么是 VIP 视角吗？VIP 视角就是我刚刚的视角。
对方你看到了吗？往左边走，我不能进城。牛逼啊！修起来了，身法修起来了，蓝总。我刚才一下车的预瞄点错了，然后一梭子过去，口成生马了，然后就开始秀他们了，用身法，可以，秀起来了，秀起来了，高手高手高高手，是这里吧？等一下可以直接踩 ，OK， 可以可以可以。看这节奏打能上吗？好，我的外卖来了。今天吃的是华莱士。嗯，生活好起来了呀！你不应该孤置一株，再加个泡面吗？因为上大师只有2000块钱就行了。因为我觉得我都有这么多钱了，我不应该再低调了，我应该膨胀一下。吃顿海鲜，兄弟。海鲜海带泡面，兄弟，海鲜面。我们每一把拿20分以上到8点钟，好吧，我觉得就能赚一了。然后12点钟之前就可以直接在大师了。我们只需要吃可10连击，不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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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们这节奏完全 OK 啊。最后的那个决赛圈失去率有点低，我打那个决赛圈失去率有点低。看位置吧。好了，刷圈了，哥，走吧。走走，兄弟们走，兄弟们走。这位置，这位置，这位置，直接踩。山上不是好地方，山上有很多地方打绿点，有位置直接进。OK， 绿点是很多那个厕所那位置，实在不行站这个点，绿点，先站这个绿点吧。绿点山上，我大致觉得会有人。实在没位置待的话，这里是可以待的。先过绿点，我觉得绿点挺好的。这防区，这防区有人啊，这防区。就有土路可以开，开土路。不是，你知道那有人，你为什么要开过去呢？小心，小心！要打了，他走不掉了。看视野，看视野。可以走，可以走，可以走。我们这是有坡的，是有坡的。我们后面来车了。这方向好像就一个人，两个人。我们后面来的一队车。好的，好的，走呗，走呗，蓝天走呗。看人也是。这个房区两个人，二点。亚美迪，亚美迪，哎，他要补我，喂哥，你别让他补我。他到酒吧给你架他。舍身攻击。哥哥，哥哥。世界上最好的队友，我全贴了。我们没车，屁股后面有人收，屁股后面有人收。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来我这，我这边可以待。贴了，我也贴了。我打个腰，打，我给我打个腰，打。这边要打了，漂亮。打两个，下面一个，一个。左边。我脸上大闪，漂亮。救救救救！抢救抢救！我他妈有3个世界上最好的队友！耶、yeah! yeah! ！来车了来车了！让路卡住啊，哥哥们 ！OK OK， 我换个脚换个脚。这车要撒塞，要爪子，我去干他。八倍有了吗，哥？八倍，八倍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地上地上，我就这样了。他那没打赢，手抖了，我操！我搞紧张了，那个。别紧张呀，哥，紧张了就完了呀。没车了。没车了，真没车了。他们不会没车吧？他们有车，他们有车。我这还有啊，我这咋？他们要动。他们烂尾楼是有车的。哎，这里有车，车车车。刚是两，这里两辆好的车。哎，他们藏车了，我也开了，我也开了。走啊走啊，这里吧。少点吗？我去踩一下。就跟那个二号点就两个。二点两个。哦，得有人是吧？打不了啊，我们打他会被远点打，这不单单是两个了。好搞好搞，听飞哥的，听飞哥的。我直接踩少点，我踩上去了。不是新人打不过去，我刚修复他们在打架，他们在打架。可以收，可以收。小心屁股后面。哎，保安就来看屁股，我来看。操，屁股后面没人，我来给你们打一个，打一个。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丢火的下面坡啊，丢火下面的坡，丢火下面的坡，290，290，那个尸体下面，尸体下面。他妈神傻了，屁股面95方向，裸跑，裸跑，打了一枪，两个，死了一个是吧 ？OK OK OK， 死了一个，死了一个。这防区的人好像不在了，这防区的人不在了。这个防区也有。啊，铁棍子！这防区上面的没看到人，下面的防区有人，封烟了。嗯，不着。这个防区两队吧，我感觉不像一队。画条线。蓝色的线有毒狼。这他妈是什么走位啊？哦，好香！啊，真的，这什么走位啊？这是，这走位叫做蛇形雕走。为什么要叫蛇形雕走？金标，金标要的。因为它很蛇。因为保安喜欢看金庸学院。哇，防区的人在，防区都有人。到不要防区。倒了一个。从哪的？蓝楼，蓝楼，小蓝楼。呀！我过去下个雷。我感觉你们这群逼之前像阎王。看拳，有钱收都他妈变牛逼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我觉得可以打。防区吗？怎么说，飞哥？防区不要攻，不要攻，不要攻。这个位置。OK OK。右边右边过马路，兄弟们。把这个位置占了。马路上有靶。把这个位置占了。咋样呢？两枪，两枪。我操，是在穿烟还是哪？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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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！哎，趴着一个，趴着一个！啊！玻璃片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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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房区有一个毒狼，这房区的毒狼出来。好搞好搞，这房区有毒狼。把那房区的毒狼给锁住。等全收了，我们去这个点。退收了，去这个点打侧翼，不用攻子，急着攻防。OK OK OK， 好的好的好的。左边应该有人，左边应该有人。七十二分一点，七十二分一点，谁多？我、okay, okay. 迷路了吧你？废车那个位置，一滋血。左侧有人，左侧有人。我这边封右边啊，我这边。四号点好像是有人的，四号点是有人的。对，我们要不现在去把左边推了，把四号点推了吧，不然下个枪打不了。对对，走走走。拉坡下了，我操！拉的有点小。打枪头，有个打枪头，我打个药。两个拉个枪线，我拉个枪线，我拉个枪线。斜坡都来输出我了。可以呀、啊，可以呀、啊，炸到了。炸到了，我天！帮你们架着，帮你们架着，你们压，你们压。还有一个在你最前面的斜坡脚下，漂亮。我再拉，我再拉，我再拉，漂亮，牛逼！怎么样？这条枪线，皮克啊！
Nice 啊 ！Nice 枪线兄弟 ，Nice 枪线。世界上最好的队友。对 ，Go。唱台词我干。哇，这四号标推的有点轻松啊！他们怎么守的？他们也难受，你知道吗？他们三个人，两个斜坡在那里，要上不上的。黄区那里有两个，倒了。黄区那里有两个，我过对面的凹坡看一下。叫多少人啊，飞哥？谢谢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把这边都变清了。这边毒边没人，啊不，毒力还出来了一个，我操！可以啊，不什么情况？屁股了。我这边的侧身没有人打，放心吧。把防区推了，把防区推了。防区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，倒了一个，来。哪个防区倒的？哪个防区倒的？红二楼，红二楼，红二楼，红色二十楼。二楼还有，漂亮！哦，不是补的还有，没有，楼里，楼里完了，死完了 ，OK， 没有，我差点背这个锅啊！头，哇，推土机开始了，哇，好，守这个位置，绝地推怪兄弟，守这个位置 ，OK， 右侧来人，回来屁股，脚步，我往后面。往右压，有个雷在空中被他妈被弹回来了。等，你等我打完这个药，你别急，他妈连打带补就跑了。就他一个人。哎呀，进去，进去，别打。牛皮。我操！浪来摸我们四人。那个没卡住。这个位置有人。这个位置中心点有人。来，猫猫跟我来，你们两个人往左，然后我们行包夹圈。两人一组 ，OK。爸爸跟我把右边的毒鞭给清了。阿秋，好的。打两枪。到那个坡了。哎，秋等等，拉出来了。要点我盯一下。一号点。一个管没。打倒了一个。莫我站了，你跟他们满，我站。我不用跟不跟，你们两个在左边，你们两个在左边。好。差一枪。拉这个点了，这个黄区两个人，装甲车上了。我标点的那个位置是要焦糖下来的，被扫车了。右边两个，左边标点的那个位置两个，这么打拉远一点，等签收再打，不要着急，不要送。哇，这他妈不是送吗？牛逼！帮我先顶一下，我本有可能是四打三，有可能是四打三。前面的下坡应该是，妈，你去加护眼。空投小心啊，那空投要小心了，坡下可能有人的。我知道。你背要对着我，背对着我呢。幺的，你在漏。两个，那里两个。开枪地方两个，一号点一个，然后左边有个是吧？一枪头，确定了。别急，等签收，位置非常好。你正对面，正对面。他们拉不了你们的侧身，我跟茂茂在。你把你们那边搞定了。出手。炸到了。往左边动了，冰包过来。我给你架，你先过去。你帮我架一下蓝天，他抬头帮我打一下。前面那个小凹坡看到吗？倒了，是吧 ？OK， 我去拉个侧身。我进你脸上，两个人都在我脸上，啊，一个在脸上，上来了，保安，还有一个在坑里，在坑里拉你们右手的，这个右边，坑那个的，左边坐一个，左边坐一个。Nice，OK，Nice。这他妈就是推土机，哇，
学期。我操！掌声！这把怎么说啊，兄弟们？